再让他回去。我们点燃大错了。要点完挂错了，给人挂早了也只能没啥用，该死还是得死，也不是缺那个点燃杀。什么英雄可以爆杀链？什么英雄都可以爆杀链？那个玩瞎了的打团很厉害的，这今年不行了，今年打团不行了，你没看他直播吗？不是我黑他。他今年水平下降的有点厉害，他玩到奇安娜已经没那种效果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玩的谁碰到奇安娜会那种恐惧效果，现在没有了。我听到你了，没那味了。虽然奇安娜也确实被削了挺多。但他确实操作也跟不上，他妈就补了四个刀，读的是什么勾吧？读了半天，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操！一下我一管了，瞬间空蓝，看到没？有点玩不了游戏啊，又漏了。这炮车又没了呀。没学 W。我操，中单双杀了，牛逼！回合不来抓我了。哎，回家回家，有点缺蓝，有点缺蓝。那炼金不缺蓝就可以不输这个多了，那炼金缺蓝，这版本也不说这版本不好秒人吧，大家都变漏了。其实奇安娜是不缺那伤害的，我跟你说奇安娜的伤害每次都是超模，他为什么叫超模？是因为他把你秒了，欠你还欠他血量，你知道吗？欠了，他在几个技能就能秒了。哟，巨魔打炼金，真挺好打的样子。我操，柱子一顶，有点恶心。正在路上。太气皮！我听到你了。目前这个局势来看的话，他不会顶我一下，不会有眼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
刚好 CD 鞋的钱，不要问为什么出 CD 鞋刚好够钱，我也不知道出什么装备，就出个还是 CD 鞋。我不要？看了一下对面阵这是容，一个全问是题。近战，可以出 CD 鞋，没啥控制。发育吧，打这剑，打不打这个巨魔，感觉杀不了。我的感觉就是杀不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还有。男枪看兵线也没过去，怎么办？这里被抓的话，我有伞，还有机会操作。这样再带一个700块钱回家，不知道出什么。他们大概在下路过来，因为我在这里断了很多波线，他都没来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该带个针眼的，算了，抠一点，省下了钱。CD 鞋也不能开关 Q 了。还是有冷却时间，你别看这个 CD 是无冷却，零，它是有冷却的，是吧？这有一秒冷却的。局面不乐观，双扎帮你们抢救了一波啊！这先锋没掉，那杀了不打你。你们争点气好吧，我真的已经帮你们抢救过了。这先锋掉了，人死了，炸了这把游戏。我已经救苦救难的菩萨了。又要进去说，哎，没办法，碰到这些猪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玩。局面跟他反转回来，他又反转回去。你稳一点玩不行吗？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你打下去了。死人是巨魔打的，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看一下怎么赢啊，那跟他是一层塔皮都不会给他吃得到的，我们还有机会再吃一层。
他就会在中路下去。摇摇晃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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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人保吗？放家不是不下去，剩三个。傻杯吗？这不是下去送三个，少中一个还不好一点，那保住了下塔，好难赢啊！我听到你了，小龙又是对面的，十四分钟之前的塔我得守住，这巨魔拆塔老帅了。慢慢再试一试，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塔线不要了吗？把兵吃了，他掉了好多兵，十一级。捡了个蛋，抓一下下吧，兄弟，一次人都没抓。我操，我们就出现落后赏金了吗？这么烈吗？大哥，你还真不抓人吗？你玩个南侠，对吧？好晕啊，你这南侠。开大上去，是摇 TP 啊，哥，你去守一下上啊！天，哦哟，你这个，你有 T 帮我守一下。哦，他没 T， 啊，没事，他为什么显示有 T？ 我一看没。哎呦，好难呀！炼金这种抓人很难抓的，这边不打的好。白跑一张掉个祭坛，好亏呀、啊！这节奏，啊，我的祭坛！
靠了，别靠了，别靠了！靠妈的！好 low 啊，吸了我。哼，这把有点难。这把会玩的不多，一个都没有，可以，一打五的局。这把只能是会玩的不多，只有我一个。让他们追着我独跑呀，让他们我伤害最大化呀，兄弟，我冲上去会被秒的，我很脆的，我被巨魔吸了呀，你没看见我？巨魔开始就吸我一口吗？看就被吸没了。哇，一轮一轮下来去，摇摇晃摇，正在路上。死局为什么老是我遇得到？Yeah.
一个 EZ 加男枪被巨魔双杀了，哎，点了吧，兄弟们，我带头发起投降，算了吧，什么？